梦回场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。挂单方的话是狮驼岭，这两方是宙斯普陀啊。这个宙斯普陀应该在我心目中也算得上是最强的一个宙斯普陀了啊。开局挂单方直接拉孩子，孩子起鬼眼，这两方起莲花啊，挂单方再来打一手野兽啊。挂单方现在也是疯狂叠 buff， 对南方的一个宝宝见到四方浮屠，因为毒的一个几率本来就很高，再加上见到四方的话可以是秒三个单位啊。对南方丢一手放下，挂单方继续出啊。对南方如果这一回合给挂单方挂紧箍咒的话就会好很多啊，毕竟的话这一回合观战方是选择出了宝宝，观战方野兽给到观战方的一个前排，也有魔镜，看一看这个前排宝宝的一个输出。对来方一手紧箍咒挂到观战方的一个人物身上，对南方的一个抗性非常不错啊。关南方打魔剑，来看一下关南方的一个输出，一手阴阶暴接，对南方的一个宝宝防御还能阴两千，伤害的话应该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看一看对南方能不能收掉残血的这个孩子啊，如果能够收掉残血的这个孩子的话，对他这把比赛应该是十拿九稳。对南方锥子锁一下观战方的一个黑牌黑色童子，对南方一手单点诧异丝血，观战方人物继续出，直接选择拉大法。对南方的一个见到四方宝宝是给人物挂中毒，这个时候观战方已经被对面有点折磨的不成人形了，一手紧箍咒是直接把观战方的一个人物给锁死，孩子选择点拉自己，对战方战敌给到童子，童子一手力劈直接选择劈孩子，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孩子是直接飞掉，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人物应该也是没有机会了哈。这样的话观战方的话一直是被对面牢牢的锁住尸体，恭喜对战方的一个佛拿下。